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错兔。练了这么久的基本功呢，我也开始练曲子了。有些初学的小伙伴呢，在练琴的时候也要注意基本功和曲子的综合练习。练了这么久的基本功当然是要运用到曲子中，不然的话就是练了个寂寞。本周开始穿花风的逐段练习，今天是第一段，速度60。一二一，走。一二一，走。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主要练习，大家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以留言提问，虽然我不一定能回答，但是我们还有杨老师跟陆老师呀。